你别动。没事儿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，过两天就好了。你都流血了，还说自己没事儿？你今天也吓到了，早点去休息吧。我妈那边你也不用担心，我姑姑会陪着她。你说展之琳为什么那么针对阿姨啊？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就别问了。还有展之琳为什么要说一切都是拜阿姨所赐？我都说了，你别问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心情不好，你早点去休息吧。